辽王爷爷，我知道你虽然不待见白汉人，我虽然穿的是白皮，但我的心是红的。来，我敬你一杯。来，好啊，新式红的就好。你们来之前，我孙媳妇儿就跟我说，说你们中间有个白皮红心的汉人要来。来，干！ 请坐。阿宽嫂，快请我们的客人跳起舞来啊！好好的款待我们的客人。好嘞。姑娘们，姑娘们，快来快来！快来，我们叫客人们一起上去跳舞啦！来来来，一起来。 去吧，去跳舞去吧，快去，哎，你们快去，去跳了，去去去。 没事，兄弟，明天咱们再喝啊！哎呦，没事吧？哎呦，有点疼，没事。好了，你回去吧。好好好，谢谢啊，OK。 没问题吧？没问题。欢快的歌舞，甘甜的美酒，熊熊的篝火，使刚刚经过浴血搏杀的小分队队员们暂时忘却了战火和硝烟。在这样的世外桃源里，爱情之花将不可遏制地破土、抽枝。 绽放，不敢让你爱的人看到你现在的身体，不敢让你爱的人抚摸你现在的身体。 别过来！
今天这酒喝的痛快，那肉做的比俺做的好。哎呀，你干啥呀？你这是，你个老东西！你说咱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这老狗东西见面就让俺背他，我背你，我吐吐了你，我吐吐了你。小样，吐吐俺，自己先被吐吐了吧？哎，你们是没看见啊？老火叔看到阿宽爽那眼神，那叫一个直溜溜的。啊，我们怎么没看见？我们都看见了。刚才啊，他在上面看阿宽嫂那个眼神，那简直就，那哪叫直溜溜啊？那就是贼溜溜的嘛！我贼溜溜怎么了？俺又没看别人家的媳妇儿，俺看没有男人的女人，怎么了？不行吧？哎，不，你小子，你说说，俺这不算犯纪律吧？不算，你这哪算犯纪律？这不就得了？那俺看看怎么了？不行吗？那你。你打算在这看一辈子？等完成了这次任务，如果俺还活着，俺还真就准备看他一辈子。怎么的，不行吗？行，太行了。那你就这样，任务完成之后，你再回到这儿，把阿宽嫂接走。他是不会再来了。这次出发之前呢，他都磨磨唧唧的，中途还养六号，他能再来吗？来，再有任务回江东，俺一定来。这次俺是不知道有这档子好事儿，要不也用不着老雷他请俺银元逼着俺来，俺自己就来了。哎，俺说正经的啊，俺是真心疼秀这闺女，跟俺闺女走的时候。一般大。哎，阿宽嫂他们给我们送被子来了。没有。晚上凉，山里有寒气，身上多搭着点啊。特别是你这老头，可得盖严实喽。谢谢寡儿，谢谢阿宽嫂。你叫啥嫂啊？俺比你小。那不更合适了吗？老火叔啊，姚寨可是有规矩的啊。用饮酒杯碰杯，那算是定亲。你乱抢饮酒杯碰，当心走不了。俺知道你们这儿的规矩，俺不想走，这才抢着碰银杯的。可惜，俺没碰上。那你看上谁啦？小妹，俺明天还有。再碰银杯的机会吗？有。哎，我哥呢？啊，你哥和杨指导员在外头商量事儿。何富明的事儿啊，真是难为你了，又要甄别，又要应付随时出现的危险。谭主任说，你比我成熟，这支队伍，你带。比我更有优势，现在看来真是不假呀。要是换成了我，我早毛了。不过柯富民昨天的死，我确实没想到。前两天，二丫在问过我，他问我，对柯富民的怀疑犹豫过吗？我说，我没有犹豫过对他的怀疑。这一路上有许多疑点可以证明，给后面的敌人留下我们行走的标记，包括敌人遇见我们不进攻，引着我们向雷口关走，朝大海开枪，灭口跟踪的特工等等，甚至他坚决要求留下来打阻击，我都知道，只是为了跟后面跟踪的影子接头。这都足以说明，他就是敌人安插在我们小分队的钉子。可是我一直有些扣没有解开，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我经常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忧郁的泪水，这种泪水更像是一种从心底发出的哀怨，一种无法名状的隐忍。现在我有些清晰了，昨天他向敌人冲去时喊的是还我儿子，怪不得每一次提到他儿子他就会流泪甚至嚎啕大哭啊。他没过儿子这一关呢。你是说敌人拿他儿子当人质，他垮了？还能有什么解释？有时候我们自己无所谓生死，但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是啊，所以你不愿意乔妹子跟着你。休息了，休息吧。快进去！我还是……昨天我已经跟嫂子亲热过了，说了一晚上的话。今天我给你们俩腾地，快去快去！跟他说呀，昨天晚上本来想告诉他来着，不过看他那么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也真是奇怪啊，你们俩之前也没见过，他怎么就知道你是耀武？昨天耀武见到乔妹就跟他说了，这孩子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对我了，在这儿昨天晚上搂着我说了一宿的话。我跟他说了咱们女儿的事儿，他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也跟他一起哭。那什么，啊，就别扫妹妹高兴了。哎呀，今天跑了一天，这脚脖子都酸了。昨天晚上也没睡好，你早点睡吧。去湘江西岸，我去哪儿？啊，你现在需要人照顾，就让乔妹子陪着你吧。等过了江以后，就干净了。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我根本就没怀。你怎么知道的？我怀没怀孩子，我自己还不知道啊。哦，那可能是大夫搞错了。是静贤说谎了。他说谎了吗？你也说谎。我说什么谎了？静贤走之前说过的话。
既然说谎了，他不可能告诉你让我找个干净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不是吗？他说对于陈俊言和张玉林以及雷武龙和水仙两对苦命的眷侣来说，这个夜晚的确是莫大的煎熬。原来最远的距离并不是多年的失散，而是相见却无法相守。水不凉吧？不凉，挺好的。谢谢你，巧妹子。月玲姐，我帮你洗背吧。哦不，那个，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没关系的，昨天我就帮我水仙嫂子洗的背，来，我帮你。啊不不不不，真的不用，我自己可以。那好吧，那你脱了衣服泡进去，看看水怎么样。水要是凉了，我再给你加热水。嗯，不用，你走吧，我自己会加水的。看你紧张的，当着女人也不敢脱衣服啊。不是，我不习惯。不习惯？都是女的，有什么不习惯的？我真的不习惯。你还是走吧，我自己来。那好吧，多泡一会儿，那我走了。进来发现结果如何？就仗着我给废了点，如实回复。哎，你这是？我要去趟东山姚寨乡。带多少人？两个警卫。啊？命令全部分散守住姚寨乡所有下山的路口。是。人也太少了，就这样吧。姚王爷爷，咱们这个姚寨乡啊，有几条下山的路？两条，一条道就是峡谷之道，进出上下都由此道而行。下山后四通八达，还有一条是寨子后面的小路，陡峭难行，但下不到山底，直接连着旁边的东山岭。要想真正下山，还得翻过东山岭。哦，你们放心，前后两条路都有人把守，布满了机关阵，白汉人休想上来。你们在山上好好休息，让他们在山下等着吧。等到没吃没喝，不耐烦了就走了。现在不耐烦的是我们，我们要急着下山过江啊！而且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山上，否则姚寨乡会像七星寨一样受到牵连。
我们本来昨天是想直接过江的，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上山打搅的。哦，是这样啊。现在来看望爷爷本不是时候，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啊，我们会专程来探望您的。爷爷，山口一个白汉人军官要上来拜见爷爷。就他一个人吗？还有两个跟随。那个白汉人说昨天有所冒犯姚寨，今天他特来致歉。你告诉他小年之日不会客，要过了明天我接待。是爷爷。小心一点。看来他们又回山口了，怀疑我们在姚寨乡，想来探探虚实啊。我们必须在他们没有确认我们在山上的时候离开这儿，走前面峡谷去湘江大半天就行了。如果你们走后道，还得翻越东山岭，那得走一天一夜才能到湘江岸边呐。前面峡谷下敌人堵在那里，看来我们只能舍近求远，走东山岭了。谭主任给我们传达的东洋总部的命令是让我们必须在十五日之前抵达通道，现在还有三天。过了江要有一天的时间才能走到通道，如果遇到阻击，时间不可限量。下面的人听着，姚毛说了，年间不会外人，要来明天以后，他热情接待。明天以后，姚寨乡将是一片火海了。那我问问，山上的汉人什么时候下山？不知道，我们山上就没有汉人。你们今天会我，就是三个人；明天会我，就是几百个人。我怕你们姚寨乡招待不起。告诉你，这是最客气的警告。别说百人，就是千人来了，我们姚寨乡也接待得起。我怕到时候你身后都是火把了，你们想下山都下不了，赶快走。好，再不走下一届就把你的心和树连着了，你可就走不了了。撤。如果是这样，那你们今天晚上就启程，明天早晨就可以到东山里，然后到兴安。我让巧妹子领着你们拜见秦七爷，请秦七爷帮你们备船过江。爷爷，秦七爷还管着湘江两岸的船运。是啊，秦七爷把握着湘江两岸的船运，他会有办法把你们送过江去的。那就太谢谢您了。黄昏的时候，我叫一帮妇女在前面先行，给你们探个路。姚民出山呐，白汉人是不会注意的。太好了，谢谢姚王爷。谢谢。报告，贵军四师四师电台再来电文。这帮姚民以峡口山寨为靠山，这口气大的，是大的跟我萧少白似的。部队留守山下，萧侯便装速来道县一品茶社。张，备车。是。在一面墙上看见了一张撕了一半的布告，看样子是解除了对我们的通缉了。妈呀，我们剿匪倒成了被通缉的对象了。昨天早晨
我袭击了贵军的机要车队，杀了20几个人，其中有44师的中校参谋长。少伟啊，我看你简直就是个疯子。10多年前在汉口，我就是街头上的一个小混混，靠着偷鸡摸狗勉强度日。直到有一天，当地堂口的一个老大把我最好的一个兄弟给杀了。我想替他报仇，可当时呢，我没有这个实力。我就处心竭虑，想尽办法，我混到了这个老大的身边。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机会，趁他喝多了，我把他杀了。后来他儿子要杀我，我把他儿子也杀了。再后来，我杀光了所有跟我作对的人，我成了老大。我萧少白这一辈子就好2件事，一是女人，二是杀人。你可真够狠的。现在这个局面，现在这个世道，遍地都是疯子，你要想活下去，只能比他们还疯。张副官，来，请坐，坐。哎，上茶。根据你们电报说的情况，陈俊言和共军不可能逃离那个地区。是的，他们上了东山姚寨乡。今天早晨我们试图上去，但是被姚民挡住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上面。如果周边没有，那他们一定在姚寨乡上。不过那个地方比较难上去，机关暗道是防不胜防，连贵军都很少去惹他们。是啊，昨天我们就被挡住了。不过没关系，既然知道他们在上面，那一切都好办了。咱们上不去，他们也不敢下来，是他们急于过江，不是咱们，所以看谁耗得过谁。离中央总部要求我们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3天了，按路程只需要2天，但是敌人是不会让我们顺利的。一旦受到阻击，别说3天，就是4天、5天都说不定。所以我要求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按时完成任务。在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近13天里，我们付出了许多的代价。潘主任，我们的朋友傅通团长、柯富明科长等数10位同志，还有耀武兄弟的护卫军的同志，还有帮助过我们的许多人，他们中有的尸体被掩埋，有的还在战场上躺着呢。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就是要完成任务，才能使他们所付出的牺牲没有白费，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和安抚。下面由老雷给大家分配任务。哎呀，这个有10几天没有听到驾驶员的鼓动了，听得我还真是有点儿，那什么？热血沸腾。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热血沸腾。就冲你说了这么准确的一句词儿，我先分配你的任务。孙磊，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地跟随陈俊言，说白了就是替他挡子弹。先前你做得很好，陈俊言没有倒掉，没有中过弹，这都是你的功劳。从姚寨乡下山有多少条路啊？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地图上显示，应该就是一条路。可是呢，我们的警戒线啊拉得太长了。不可能只有一条，而且那么大的山，你们的警戒线根本围不过来。姚寨乡后面连着的是东山岭，那儿虽然离姚寨乡很远，但是一样可以下来。今天黄昏的时候全队出发，我们从
姚寨乡的后面的小道下去，走东山岭，然后明天凌晨就能到，直插新安镇，从那儿渡过湘江，到了湘江西岸以后直奔通道，这个就是我们行动的路线。现在我开始分组，第一组由张连长带领，随行人员二牙子孙磊，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地跟随陈俊言啊，另外水仙和巧妹子也跟着你们走，遇到情况马上就跑，远离战火，越远越好。过江的时候你们坐第一条船先行过江。共军最终的目的是要过江，要过江他们一定得下山，峡谷口我们堵着他们下不来，那他们一定会找其他的路下来，而且不惜走远路绕大圈，所以东山岭一定得防备。可是东山岭那么大，别说我们一个加强营了，就是一个团他也围不住啊。找你们两个来道歉就是想商量这件事。第二小组由我跟老杨带领，随行的人有耀武、大海、大顺子、郝磊，还有曹三、李进、江东俊以及小弟二狗子。我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掩护，该阻击的时候阻击，该冲锋就冲锋，该断后就断后，总之我们要为第一小组杀出一条血路。没电俺呢，是不是把俺赖了？林营长，你不会是想把俺留在姚寨乡吧？哎，你就别跟我们过江了，留在这儿跟俺关嫂过日子多好。真的真的去你的，不可能有这种好事。俺刘老虎要不过江，林营长不会把那银元还给俺，俺心里明白，真是把俺漏掉了。现在就说你老虎，姚王爷爷为我们安排了一帮姚寨乡的妇女们提前下山打探敌情，有你带队。有阿宽嫂吗？杜主任说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陈俊言和共军过江。当然共军逃几个无所谓，关键是陈俊言这个人的存在对咱们 CC 系十分的不利，所以杜主任希望我们利用一下王占斌。王占斌嗯，怎么利用啊？由你们两个出面去敲打敲打他，逼四十四师出兵。我们出面？我们现在正被通缉着呢，我们去那不送死吗？是，虽然我已经劝说王占斌撤销了对你们的通缉，不过他现在仍然恨你们入骨，别说抓你们，杀你们十次的心都有。张副官的意思是利用私放陈俊言这件事情敲打王占斌。师座，中央搜索队的肖队长求见。肖少白这狼崽子。是，还有副队长侯国民。他们还敢来见我？我也挺奇怪的。好，太好了，送上门来了，省得我满世界通缉他们。让他们进来。是。磊元。到。做好准备，随时扣人。是。营救大队队长肖少白，副队长侯国民拜见王师长。拜见？是来自首吧？卑职不解，师座此话何意？不解。张副官到，给他们宣读通缉令。是。12月11日上午8时，我师运送机要文件的车队在程家湾被袭，车队23名官兵均遭枪杀，无一幸免。
根据现场勘查。行了，张副官，不用念了，我都明白了。看来师座是误会我们了，我们也正是因为此事特意赶回来的。赶来？从哪儿赶来？姚寨乡，东山姚寨乡。师座，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早晨我们营救大队奉命启程回零陵，途经程家湾的时候听到有枪声，起初我们并没有在意，因为枪声是以重机枪为主的单一射击，不像是在战斗，我们当时以为是贵军在演习，当时也没想过是共军，因为共军的小股分队不可能会有重机枪之类的武器。枪声数分钟以后停止，还是侯副队长提醒我要不要派人过去看看，我就派了一辆车过去，结果到了以后发现大量的贵军士兵躺在了血泊当中，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山坡上的共军。你的意思是共军袭击了我的车队？是的。给我编故事是吧？把我当三岁的娃娃？师座，卑职不敢。共军有重机枪吗？他们抬着那么重的玩意儿翻山越岭？是的，就跟开始我们没有想到一样，他们确实是有重机枪，是我亲眼所见。共军有多少人？不少于十个人，而且就是我们安排内线追踪的那批共军，前几天我们与内线失去了联系，可谁成想他们在程家湾一带出现了。师长，共军过来的小分队确实一直在分成两队在行动。是的，当时我安排内线把共军小分队引到雀儿山附近，在那里将其一举歼灭，可是贵部一旅的张希寿旅长要求他们去伏击，谁想到他们在伏击的时候偶然遇到了运送陈俊岩长官的那股共军，在与之交战后陈长官被救送到了贵师部，我们得到消息以后上报剿总，前天晚上我们接到命令撤回零陵，谁成想又被这股共军耽误下了。你们说你们刚从东山姚寨乡过来，你们去那儿干嘛？我们的大部队赶到程家湾以后与共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且很快掌控了局势，击毙了一名共军，缴获了这个文件夹，这里边是机要文件，我想应该是共军袭击贵军车队时拿到的。而后共军溃逃，我们一路追踪至雷公岭附近，昨天黄昏我们在雷公岭再次与共军展开了激战，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意外地看到了陈俊岩陈长官，而更意外的是陈俊岩长官竟然向我们开枪，并且随共军一起逃到了雷公岭。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赶回来想跟王师长求证一下，陈俊岩陈长官不是应该在贵军的师部吗？怎么会和共军一起跑到了雷公岭呢？我们想请王师长给我们个说法。好，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根据南京将陈俊岩送至南宁的指令，安排他于昨天早晨启程，被袭的车队就是护送他的车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显然陈俊岩变节在先，投靠了共军，在雀儿山被困的时候实属无奈，假意回归，前天在道县街头所谓的刺杀事件实际上是共军冒充中央军对他的一次营救，当然因为我们有所警惕所以营救未果，于是之后他们又采取了在程家湾伏击车队这件事，之后陈俊岩和共军一起逃逸出现在雷公岭，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呀，我们赶到的时候枪声已经停止了，很显然陈俊岩已经被救了，这不都清楚了吗？好了，既然事情已经清晰，那我请求师座给予我们增援，我们必须要将投敌叛党的陈俊岩绳之于法，必须要将共军的小分队全部歼灭。
哎呀，这东山姚寨乡啊，那想上去可不容易。那姚民一开打，那可是一呼百应啊。为了几个区区共军，大开杀戒，我怕是将来这地区啊没法管理了。我知道东山姚寨乡的地形，那里是易守难攻。我们请求支援，也只是为了围困。我们只要封锁住东山的所有的要道出口，就可以置他们于死地。我们现在只有一个营，兵力十分有限，无法完成全面围困。这也是我来找师座的主要目的。师座，上次陈俊言被劫，与您没有任何干系。可这一次，陈俊言是从您的师部离开的，逃逸之地又是您的防区。如果真的下了山，过了江，您负不起这个责任。